爱着滴尾体验早期搬运季节的新路，无论是家长还是小朋友，拢爱甲串大开。不过还是去袂少人排队，体验老祖先的生活智慧。从山上把这个木头砍下来捆好，放在这个竹马上面，然后扛下，完全靠人力扛下山来。哎，对，然后木头也是一样，然后就靠这样的人力扛下山来，然后才利用这些竹材或木材运用到我们的一般日常生活上。今年第三场的季节较贵，是吸引真侪亲子同齐参加，尤其是镇公所特别安排闯关活动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，拢算了相当欢喜，嘛充分体验早期装卡囡仔的快乐。贵族做的泡泡机就比较环保安全，给那个小朋友玩的话不会含在嘴巴里哦。泡泡有危险，还有那个竹有没有不会插到嘴巴？他们这次活动就是蛮多闯关的活动啊，让小朋友就是什么都能够接触，这样子接近大自然。这个童玩很有创意，让小朋友很开心啊。像我儿子他就很喜欢玩这个小东西，虽然都挥不出泡泡，可是他就非常的喜欢。对了，一连串的闯关活动，南投县政府特级美地计划在第三文化园区的建设嘛都完工，所以配合各地啊顺山季，嘛有大家体验第三上有特色的地文化。我刚玩竹琴之后，它只要推的话就会有声音，就觉得不错玩。那今年因为雨水比较少，所以那贵族产量也比较少。但是我们的贵族不是只有吃而已，还可以把它做成各种的竹工艺。所以在这一次的贵族季呢，我们安排了5个闯关活动，让游客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他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以前的人是多么的辛苦，然后希望能够在未来也可以珍惜资源，也可以爱惜资源。看到因爱滴马、生滴琴、赏风景，你是不是嘛感觉相当趣味？今年若是无机会参加，无要紧，重新建设的滴文化园区，也是会予你大开眼界。记者王祖如，长波多。